你看没礼貌！你脱了我的衣服，还跟我讲礼貌！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礼貌！ 首长，您这可都是杀人招式，不是格斗招式了，不太好玩。首长，我再说一次啊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演习就是战争，我是别无选择。少跟我废话，别跟我提战争，我战斗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擦鼻涕呢。 首长，咱一码归一码，不带生气的。汤瑞。 咱歇会儿成吗？我实在走不动了。这才走了几步啊！可是我在军校那时候学的是信息工程，也不是作战指挥啊。你们不是有学员旅吗？怎么，没参加？我那时候一直在指挥部待着来着，哪进过山啊？看来这现代化的信息战，也不能丢了解放军的铁脚板子呀。行了。 我们坚持一下，啊！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不是，你说我就纳闷儿，你是怎么有那么好身手的，走这么远山路？好奇，啊！好奇心会害死你的，别问了。神秘的女人啊！ 前面有辆车，坚持一下，走。来，去，疯了，你疯了吧？凯炸，网炸，哎呦我去，起来。
收到，收到，收好。行了，别喊了。你们四个怎么在这儿？不是搞红蓝对抗吗？我们四个挂了，按照规定，只能让你待着。红细胞？也不过如此嘛。这是你们的车。是。我临时征用了，小杰上车。首长，这部队的车。我知道啊，这是军车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这车是部队提供给我们训练的。您要开走了，我没法交代啊。没关系，我会和你们参谋长说的。行了，下车吧。怎么着？人家不想借，我们也别赖着了，走吧。谁干的？咱们的车要是被他们开走了，咱回去怎么交代？你小子行啊，手真快。哎，什么时候搞起来的？不能说，绝活。拉倒吧，还不想学呢。他继续倒呗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你说那车怎么就坏了呢？没坏。是他们使坏，使坏。对啊，不想借呗，怕装备损坏没法交差，我能理解。不过跟我耍心眼儿，太嫩了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揭穿他们？小姐，他们四个人，而且都是战友，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。就那么一个小零件，他们四个人一倒手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是谁捣的鬼。这野战里的兵啊，看上去老实巴交的，其实一个比一个的鬼灵精。更何况这还是特战旅呢。哎呀，只是可怜我的脚了，人家周末还要穿高跟鞋去逛街呢。行了，你就别想着逛街的事儿了。还是没什么动静，他们是不是在这一带活动？天都快黑了，现在出去也很麻烦。哎，你说红队到底藏哪儿了？最笨的办法也只是守株待兔了，也没其他办法了。哎，那有辆车。我们把他开走。开走？这样不好吧？嘘，他们可能就在附近，说不定就在山上呢。那咱这不属于偷车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脚啊。可是咱们会不会被处分啊？要处分也是处分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这是在特种部队狙击手对抗的演习中，他们把车丢了，要处分也是处分他们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可是因为我的脚让他们做处分，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啊。他们该处分。那为什么呀？他们把自己的车丢在这儿不说，轻机枪还在车上呢，这么轻易的就被人偷走了，还红细胞。我看红烧肉差不多呢，这也算是我给他们当教员上的第一课吧。上车。抓稳了。
谁把咱的车给开走了？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头一次坐这么猛的车，好好体验吧。有品味啊，德国战车，我喜欢。坐稳了。